在紫禁城的四个角落上各有一座角楼，它高踞在紫禁城十米高的城墙上。作为城墙上的高点，它肩负着观察、守望和防卫紫禁城的任务。从明永乐18年开始，他静静地站在这里将近600年。他的形制，他的玲珑，护卫着这座宫殿的神圣。那是一段浮动着守护与尊严、生与死的年代。今天，那段岁月已经渐渐被遗忘，他褪去了防御、镇守的历史角色，成为被我们眺望的那个美的存在。角楼因为时光的洗礼，韵味十足。也许这时的他，才有了远离尘世的自由感，因为他是天上的星宿下凡，到紫禁城的栖息之所。紫禁城的建筑除了符合功能与审美的需要，也都符合八卦阴阳之理，所以角楼也不会例外。它的修建是为了让28星宿中的角宿住在里边，以镇守宫城。既然星宿下凡，那就要住大房子，而建筑以楼阁为大，那这四座大房子便取名为角楼。从南往北眺望紫禁城，屋门充满力量与庄严感，城墙则无处不让人感觉大气厚重。而角楼的存在，让城墙的延长线从末端向上微微翘起，厚重的城墙如大鸟的翅膀，顿时轻盈。角楼由6个西山顶交叠而成，3层屋檐共有28个翼角，10面山花，72条脊，稳兽共230只，素有9梁18柱、72条脊的说法。这种科学而精妙的建筑结构，使它成为紫禁城里造型最为复杂的建筑。科学与美完美地融为一体。一缕微风如手指般在角楼的梁柱之间弹奏着潺潺音符。原来的他静静地守护着宫城，凝望着这个世界，而现在却成为被人们观望的最美的结构。他在水中的倒影如此宁静，如一位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老人般波澜不惊。生命的跃动在他自己的乐章中得到休息。